那因为这张其实我本来想到那个营业税的问题哈，本来因为之前有听到同学讲说，哎，他上了那么多的会计，他不知道营业税怎么做的。我本来想要跟大家举例一下营业税的会计处理哈。那不，我们先把课本上面讲的夫妻负债里面呢，他大概提了两个啦。我们刚刚在那个白板上面有先讲到，一个是产品保证负债，一个是赠品的问题哈。那我们再举这两个就可以了。好，我们看一下呢，这个示例八哦，有关于产品保证负债的会计处理方式哦，其实有两个。一个就是保证费用计提法，一个叫做收入计提法。也就是说，我把产品保证呢，可能有两种思维。一种是它的产品保证呢是跟着产品的，比如说我去买了华硕的电脑，它呢上面呢，当然当时为了吸引我的买这个采购呢，它就已经先讲了说，到时候呢我们就好，我们谈一下产品保证的时候，它的会计处理方式有两个。一个叫做费用计提法，一个是收入计提法。那这两个方法呢，其实它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哈。收入计提，费用计提法是它跟你的产品出售的就绑在一起的。这种时候我们叫做收，这个费用计提法。好，另外一个是收入计提法，也就是说，这个收入提列法的意思是说，这个产品保证你是有选择的，你可以选择买这个保证，或者是买这个服务的收入，买这个服务，你也可以选择不要。好，所以它有两种方式。那这两种方式，我刚刚讲说，一个是费用计提法，一个是收入计提法。那费用计提法原则上是你没有选择的，你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本来就是什么负债这里面的。那我就用费用计提法。那另外是有选择的，我可以选择买这个服务，我也可以选择不买这个服务。只是这个买的时候是当我在卖这个产品的时候就一并包括在里面的，所以你要或者是不要，可能在我这个买这个东西的同时就必须决定进来的。好，所以这个就是会用收入计提法的方式。那我们来看一下呢示例八。他说呢，明道公司在X6年间销售50部影印机，每部单价是10万块，保证维修期间是1年。好，所以这个呢是你买我就给你保证的。好，那不是你额外的哈，所以我们会用计提那个保证费用计提法哈，费用计提法的方式。那根据以往的经验呢，有80%的影印机不会发生，4%的影印机会发生重大瑕疵。那发生重大瑕疵的时候，我必须投入的维修费用有4万块。然后有16%会发生小瑕疵，那小瑕疵的话，如果我要维修它的话，只要花15000。好，这是我的维修产品维修费用的一个估计。那现在呢X6年出售了50部影印机，X7年出售了60部影印机。好，那它的这个实际上发生的支出的情况分别是8万跟12万5千，那做相关的分录。这个的会计处理方式很像什么？很像我的备抵呆账。当我发生呆账说不回来的时候，我就先去冲我的备抵呆账，我不用管我的备抵呆账的贷方余额够不够我冲，记得吗？好，那原因是什么？我说备抵呆账它平时可以发生借方的余额，正常余额是在发生在贷方啊，备抵呆账正常余额发生在贷方，但是呢我平常的时间里头我可以让备抵呆账是产生借方的余额，平时是可以的。只要你编表的时候，请你应该特别记得，当我编财务报表，我的备抵呆账绝对不会产生借方余额。所以我的保证负债也是一样啊，当我发生保证的支出的时候，因为我是因为我卖这个东西影印机，我不是突然拎天起来的保证的这个条件，而是我卖这个影印机的时候，通常我就会附这样的条件，所以它是一个常态性的，所以它就有点像备抵呆账一样。所以当我发现保证费用的实际上支出的时候，我就直接冲我的保证负债。好，也就是说我先借保证负债，那我的保证负债跟我的备抵呆账一样，在平常
我是不用管它是借方余额还是贷方余额，我不用管。但是当我编财务报表的时候，编资产负债表的时候，负债绝对不会产生借方余额。你把握住这样的概念，跟背底代账是一样的，你的会计处理就很简单，不用特别去记忆它，因为它就跟呆账背底呆账的处理方式是一样。也就是说我发生的时候，我要去冲我的背底呆账，我要去冲我的产品保证负债的时候，我不用管我的贷方够不够冲。好，因为什么，我在平时的时候我不必去管这个账户的余额是借方余额是贷方余额，但是当我在编财务报表的时候，背底呆账保证负债它一定只能什么产生贷方余额，它不会产生借方的，产生借方一定是有问题。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事例八。那我刚刚已经讲了，他差八年卖了，好，这是根据他以往的经验呢，好，他呢会有这样的维修费用的发生，重大瑕疵有4% 的可能性会发生4万块，那小瑕疵呢是根据他销售的比例是16%，那会发生15000的保那个维修费，维修的这个支出。好，那我说的这个产品保证负债呢，我可以年底再来做调整。所以平时发生的时候，差六年间我发生维修费用的时候，请你看一下呢，他这边讲差六年发生维修的支出有8万，那我刚刚讲过了，它跟背底呆账一样，我发生呆账的时候呢，我就直接先冲我的背底呆账，我不管我的背底呆账有没有贷方余额，贷方余额够不够我不用管它，所以这个一样。所以我当我发生实际支出的时候，我先冲产品保证负债，好，负债先冲到借方啦，好，先写在借方。所以如果还没有调整之前，我是产生借方的负债科目余额。好，那我贷方呢，看是直接付现金，或者是你的零件，好，或者是材料零件，好，好，因为你产生的维修可能你需要什么换零件啊，所以你的零件存货就会减少。好，那因为他这边没有告诉我说你的维修是付什么东西，好，你是用什么东西去做维修，是用人力呢，如果人力就是付现金给员工啊薪资嘛，另外一个如果你是换零件的话，你的零件存货就会减少。好，那差六年的12月31号，就是发生保证这个维修支出的时候8万块，那我到年底的时候呢，我才去估计我的什么产品保证费用，在产品估计产品保证负债，或者是估计产品保证负债，好，你写不写估计两个字没什么关系的哈。我现在前面既然没写，我就不要写好了。产品保证负债，但你写估计产品保证负债也可以，也很好，因为它就直接点出来，它是一个估计负债的性质。好，那我的金额怎么算？他已经讲说我差六年卖了50部，好，每一部呢是10万块。好，这是我要算金额。好，哎，对不起，这个我不用，这个是我的收入，不用管它了哈。因为这里我只写产品保证的部分。好，我卖了50部，50部里头，根据以往的经验，有4%会发生重大瑕疵。重大瑕疵我需要支出的维修费用4万块。另外，50部里面有16%会产生小瑕疵。好，所以有多少会产生小瑕疵，然后我以每一步需要维修的费用是估计是15000，所以去算出我的产品保证费用是多少。所以50部乘上4%乘上40000，然后再加上50部乘上16%乘上15000，所以呢我的产品保证费用是200000。所以年底差六年底的时候，我的保证费用损益表的科目费用200000，我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估计产品保证负债余额是贷方12万，就这样。好，那再来看一下
因为他只有给我们差六年的资料啊，还有了差七年呢，我卖了60部的顶一金啊，那当然是我这边就省略掉什么借现金或借应收账款代销售收入这个分录哈，这个我就省略掉。然后差七年的时候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差七年它实际发生的保证支出哈，这个维修支出有多少？12万5千。所以差七年的时候呢，我一样借保证负债12万5千，贷现金或存货零件12万5千，实际上发生的支出跟差六年一样。然后呢，差七年底的时候，啊，这里我这边写一下，这是差六年好了，好，所以这边时间我就把它擦掉了哈，因为科目是一样的，只是差金额而已。好，差七年底的时候，我的保证费用根据当年度的销售的数量来决定。好，那因为呢，它估计的瑕疵啦，的支出或者是比例没有变，好，这个数字没有变，所以我一样，它卖掉60部，4%会发生重大瑕疵，16%会产生小瑕疵。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保证费用会发生多少。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60部乘上4%乘上40,000，然后再加上60部乘上16%乘上15,000，所以呢我的产品保证费用24万。好，这是费用计提法，这是事例八。好，所以可以看一下这个课本上面写的，好，就是在508页，跟我写的是一样，我只差收入面没有去写它而已。好，那接下来看一下呢，如果是收入，刚刚是费用计提法，现在是收入计提法，事例九。好，那沿着刚刚的那个例子，它只是改变了什么？他说呢，这个出售商品的时候呢，允许客户另外支5000块来保证，好，来加满，保证期满后2年的维修。也就是说差6年他买了，他可以保证1年，这一年呢你不用付任何钱，你只要正常使用之下发生的任何瑕疵他都负责维修。但是呢1年之后你可以再买，再付5000块，再给你保证2年。好，所以等于是这5000块这2年的保证你可以选择，你我可以选择买，我可以选择不买。好，所以他就用收入计提法。好，他这边讲呢，好，事例九，他就说差六年呢，50部的营业绩里头有20部加买了这个服务。好，然后呢，这20部呢都是什么年底购买的？换言之，他差六年底购买，他的第一年的保证到差七年底结束，所以差八年之后，如果他有任何再需要维修的话，他有加买这个服务就可以免费帮他维修，因为他已经买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另外要计费啦。好，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差八年差九年呢，这20部分别发生的维修支出是4万跟6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4万6，好，4万跟4万6。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既然是收入额外发生的，所以前面都一样，前面都一样，只是呢因为它额外在发生这样的一个收入，所以呢它在这边产生了它的销售收入一样，只是它多了一个什么，好，多了一个它的预收收入，所以它产生了借现金或应收账款，看它直接付现金了没。好，因为有20部另外付了5000块，所以20部乘上5000的话就是10万块，所以借现金或应收账款，好，看他付钱了没，10万块，贷预收保证收入，所以它是一个某个性质来讲，它是一个什么服务性质的收入。好，那因为他买的是2年，所以当他发生维修支出的时候，他一样借那个维修费用带现金或什么，因为他已经跟前面的保证负债不一样哦。保证负债它是发生的时候我是直接借产品保证负债带维修支出，
现在这边的4万6是这个20部的，有额外买2年的服务收入的产生的维修，所以他就直接借维修费用，带现金。请你记得，他跟前面的，跟那个1年的保证的不一样，因为他这是额外买的，所以当他额外买的发生了维修，他就直接借维修费用，带现金或其他或零件支出。好，零件存货，然后呢，重点在于这个保证收入，预售的保证收入，因为它保证2年，所以时间的经过它就会过期了，所以从预收转为收入，所以呢，差七年底，因为它满了1年嘛，差6年卖的，所以它保证1年到差7年底。所以差8年之后，他如果额外发生了维修，他就必须什么承认维修费用带现金，然后每一年的年底，他把预收转为服务收保证收入，预收保证收入。好，因为呢，他是用年来算，所以我就是什么，2年是10万，1年就是什么除以2，用直线法。带保证收入5万，差8年、差9年一样的写法，金额是1万，因为它用直线法，这样看懂吗？好，所以差你可以看4例9。好，它是差6年，因为同时买方呢付了5000块来买这个未来这个。保证期满之后2年的服务，所以呢，他是借现金但预收产品保证收入。然后呢，他发生维修的时候，额外的这个部分维修，他就承认产品保证费用。然后年底再把产品保证收入预收的转为收入。好，这是509页所写的分录。好，那509页差8年、差9年，他的保证收入预收的收入转为保证收入，就是什么？直线法就直接除上面就好了。好，如果直接包含在售价里面，它就是费用计提法了，就回到第八的状况了。意思是说，如果这个就像我们说，它保证1年，不包含在售价里面啦、啊。我卖你10万，保证你1年，所以不会说包含在售价里面，可是却用那种收入计提法，不会。不会，他有给你的条件就不一样，所以我刚刚讲说，如果是跟着你的产品，你不用选择的，没有选择买或不买的，我就用费用计提法。如果是我可以让我选择我要不要买这个收入的，那我就用什么收入计提法，就4例8、4例9的例子了。好，所以这两个就看你们这个当时候这个销货条件是怎么决定出来的。好，那这个第二个分录它是一定是在年底都做，对。就是我看课本的话，它是在保证维修支出的时候才有，就是做这个分。这个你收入预收转为收入是年底。啊，好，因为这个例子是刚好是差6年底买，所以满1年是差7年底结束，从差8年、差9年2年。可是如果他说差6年的。假设好了，6月30号嘛，差7年的6月30号就期满了，所以他保证到差9年的6月30号，所以差7年的7月1号到6月30号，我就要开始算1/4年的保证收入了。好，所以基本上这个因为时间经过而承认的，所以我通常我们会把它放在什么年底。当然啊，我刚讲说不是年底你才做调整哦。你只要编财务报表，你就要做调整，这个就是调整，这个就是期末调整的一种编表前的调整，因为你时间经过，收入就产生了。好，这样可以看懂哈、哦。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说，因为假设是1年编表一次，报导期间结束你才编表，所以报导结束日那天我才做调整。可是如果我要编季报，对不起，每一次你编报表，你就要做调整。你只要每次编报表，你就要做调整啊！好，这个基本的动作，你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现在只是为了方便你，不要说你太频繁做，所以我们这个假设你1年才做一次，
调整那部分实际上是只要有编就要对调整，调整这个动作，只要你要编财务报表，你只要要编表，你就要做调整。就折旧，你不是说一年我才做调整一次，折旧一年才提一次折旧，不是啊？如果我每一年每一季要编报表，那我就要每一季要去修一次折旧费用的计算啊。只是提列什么三个月而已啊，一季三个月啊，不是提一年而已啊。好，所以调整这个动作，请你记得，只要你编财务报表就要调整，只要你编财务报表就要调整。好，所以你什么情况？上市贵公司要编季报，要编半年报，所以他一年要调整几次？四次。第一季的季报，半年；第三季的季报，全年的，所以他是不是做四次？好，所以这个是特别要留意。好，这个是调整所产生的。好，这样清楚吗？好。你没有编季报的话，你没有编半年报，你没有编报表就不用做，你就不用做。好，所以我现在强调一次啊，调整是这个动作。我们虽然说在会计，我们初会里面讲说期末要做的事情，其中一个动作就是调整。那事实上调整不是期末才做的，好，事实上调整是你只要编报表做就要做调整。好，讲清楚吗？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赠品的问题了。好，那赠品就有点像我们刚刚所讲过的，只是它现在多了赠品的存货，因为你要这个赠品要送出去嘛，所以你要先买东西进来，所以它多了这个动作而已。所以事例十，你看一下呢。好，差六年喜庆公司为了促销它的既有燕麦片，然后举办了集合盖大赠奖，只要集合十个瓶盖寄回来，那就送保温杯一个。好，那活动期间到差七年的6月30号，然后呢差六年他出售的鸡肉燕麦片一共有20000盒，每一盒180块，这个就纯粹是卖燕麦所产生的收入，所以是借现金贷交货收入，就20000盒乘上180块，或者是应收账款，好看他收到了钱没有。然后估计呢，我的20000盒里面会有 70% 的盒盖寄回来。好，那 70% 呢，你可以看哈，两万会寄回来的是多少？14000。那14000的盒盖呢，十个盒盖才可以换一个赠品嘛，所以你到时候要寄，你要发送的赠品有多少？1400个，因为寄回来要求换赠品的有14000个盒盖，十个盒盖才换一个赠品啊，所以14000除以10，所以你要付出去的赠品是1400个。好，这是你的估计出来的哦。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呢，他说你呢要估，你要送的那个赠品呢是保温杯。好。然后呢，我先买进来，我买了多少？1500个，每一个呢是150块。好，所以你买这个东西啦，好，你的赠品存货，所以你要什么？1500个乘上150块啊一个，所以我买这个赠品存货，一共花了225000。好，所以我销货那个先不管啊。好，所以呢我。花了赠品的时候呢，我买进来赠品，我是借赠品存货，225000，带现金或应付账款。好，225000，这是我买进来的时候。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我呢，差六年底的时候。我估计的时候呢，这个是期末在做的事情啊。那我差六年的时候呢，我已经有八千个盒盖寄回来，8000除以10，所以我要送出800个赠品。好，所以呢，我写赠品费用。其实赠品费用呢，某一个是什么？就是推销费用的一个。好，我们说我的营业费用分成管理费用跟销售费用啊，赠品费用是算什么？
销售费用的一项，啊，它是营业费用。那营业费用我们是分出管理费用跟销售费用，所以赠品费用它是归类在销售费用的一项哦。好，赠品费用，或者是你要写推销费用也可以啦。好，然后呢，我一共花了多少？花了，一共寄出去800支的保温瓶。但800支的保温瓶，我寄出去的时候，每一支保温瓶我还要发生什么处理成本？处理成本包括什么？比如说邮寄的费用啊。好，所以呢，800个，然后呢，我要乘上什么？我乘上一个是150块，然后另外还要加50块的处理费用，所以等于一个赠品我的支出会有200块，所以800乘上200，所以我的赠品费用是16万。16万里面有800个是赠品存货的减少，因为我把保温杯寄出去了嘛，所以赠品存货就会减少。那一个800个，一个是150块，所以是12万。另外我产生了付现金出去，比如说是邮票的钱啊或什么，好，就4万块。好，这是寄出去赠品我所做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啊，我们看期末的时候。好，期末的时候呢，你可以看我到时候是不是估计哈，我的赠品呢，我是不是2万盒，70%会寄回来，然后10个换一个保温杯，一个150块，加上什么处理成本50块，所以我处理一个赠品要200块的成本。好，所以我的促销费用你可以算一下，我是14000乘上除上10乘上200块，所以呢，我的赠品估计要投入的是28万，我要放一些28万。好，这是我的估计嘛，70%会寄回来，一共花了估计要28万，但是差6年的时候我今天产生了16万了，所以接下来我再承认赠品费用。我前面已经承认了16万，所以我还差多少？12万。在赠品负债，估计赠品负债。12万。这样看懂吗？这样看懂吗？好，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不要这里我就写赠品负债？我期末在承认是赠品负债是28万，比照我刚刚讲的产品保证一样的处理方式。我这里为什么不这样写？那你保证费用一样啊，前面已经发生，后面没有发生啊，估计以后会发生的、啊、不一定会发生啊，跟产品保证一样啊，我是估计，可是它也不一定一定发生那么多、啊、为什么不会这样写？我们产品付保证绝大部分是我有卖这个东西，我就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保证存在，这保护期间大家都一直会有的。但是这个赠品我不是长期的，这样懂吗？我再说一次，我产品保证的时候，我只要卖这个东西，我就会一直都会有这个保证存在，所以我是常态性的。但是这个赠品呢，你可以看啊，它是不是很清楚告诉你啊，我的赠品的活动期间到7年6月30日就没了，以后我还是要卖燕麦片，而且对不起，我就没有这个赠品了，所以它不是一个常态性的，因此我就会选择这样的处理方式。好，这样听懂了哈？好，所以我就不会先承认负债期末再来做调整，不会，因为它不是常态性的。
这样搞清楚什么情况之下我怎么处理。好，那再来看一下呢，擦青眼的时候，我把它往下讲了哈。那擦青眼的时候呢，他再寄回来5500个，好，因为他已经寄回来的是什么？擦青眼的6月30号。那你说他寄回5500个，好，那你是什么时候做的？其实他寄回来你就做就处理了，好，所以他就没有特别去讲他的时间点，好，所以呢，我们擦青眼在发生的时候，擦青眼呢，他在寄回来的时候，你就不用再承认赠品费用啊，因为什么？我前面已经承认过了。所以我就是冲这个负债而已，好，因为当时候我就针对擦6年卖出去的燕麦片去做这个处理，所以我擦6年卖出去的20000盒，只是它可以什么，可以什么时候回来要求换赠品的，好，那我就是有的人我就是拖嘛，反正你跟我的是6月30号，我知道6月30号再来做就可以了，好，所以一样是擦6年卖出去的，但是它擦7年它才寄回来，好。所以5500个，我就要寄550个的赠品出去。好，所以我是借估计赠品负债。好，差7年的时候，我借赠品负债。好，带赠品存货，因为呢，我要寄保温杯出去嘛。好，赠品存货。好，另外呢，我还要处理成本50块。好，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550个乘上200块，这是11万。好，那赠品存货550个乘上150块，这是8250。好，剩下来的550乘上50块，这是27500。好，我做寄回来的时候，我做出去。那到差7年底的时候，那当然你说了，我可不可以不要在年底？我可以6月30号就做，因为6月30号就结束了嘛。你没有寄回来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好，所以这个赠品负债呢，我原来在差6年底的时候承认12万，到差7年我就冲掉了11万。这个负债呢，我到年底或者是我6月30号。我很积极啊，我差7年6月30号，我要编半年报，我就是审视我的负债还有没有存在，就发现这个负债因为已经赠品的时间活动时间已经过了，所以他再寄回来我也不会给他了，所以我就把赠品负债就不存在了嘛，因为这个负债我不会再清，不会有清偿的时间点，但是这个负债就不存在了，所以我赠品负债就把它冲掉，剩下10000块我就把它冲掉，赠品负债冲掉10000块，成我那没有这个负债啊，就是我的其他收入。换言之，也是说我上个年度承认的费用承认多了嘛。好，我本来估计会有1400个存货，那个赠品会送出去，结果我没有送出去那么多。好，我只送出去800个，加550个菜，一送出1350个而已。所以我少了50个的赠品没有送出去，所以这个负债就不会再需要清偿了，所以我就转为收入。好，那我刚刚讲说，因为你成为收入是因为我上个年度承认的估计的比较多了，那事实上我发生的没那么多，那虽然是以前的年度承认多了，但是我不会去做调整，因为它不是错误，估计变动不做既往啊，这个观念完全用上来了。好，我上个之前估计会有发生1400个赠品，结果最后的结果只花了1350个，所以我多估计50个。好，估计变动不做既往，你不会说那我上个年度的前期损益调整错了，前期损益调整不用。好，你说上个年度的赠品费用估计多了，那估计发生变动不溯既往，所以我这边就承认其他收入，这样看懂吗？这样可以吗？好，还有一个问题了，我当然这个时候把负债都冲完了，这边带一个12万的负债，好，这边我把它擦掉，好，因为待会下面马上有人家上课，
这边贷一个十二万的负债，借一个贷一个十二万的负债，然后我这边有借十一万，借一万，但我的正品负债全部充完了，对不对？充完了没问题啊。那我们看一下我的正品存货这件事情。好，我的正品存货，我用 T 字账来汇总它好。正品存货，原来买进来22万5千。好，这边冲掉12万贷方，这边又冲掉82500。好，正品存货82500加12万减掉22万5千，最后剩下25500，七方剩下22500。这个存货会是存在的，对吧？因为我赠品的活动已经结束了，我买了1500个，我只送出去1350个，还剩下150个在这里。好，那这个最后会怎么办？课本上没有交代了。那本来它就有可能很多的处理方式，一个假设我把它卖掉。好，通常呢你可能不会卖啦，因为这不是你本业嘛，你把它卖掉也卖给谁？哎，最后就是啊，期末啊、员工这个同乐会、啊、有没有同乐会我不知道哈，摸彩啊，这个东西太便宜了啦哈。不过基本上来讲啊，因为这个课本上面没有特别去强调这个，你正品存货没有送出去的东西怎么办？啊，没有规定一定要怎么办，你可以把它什么送给员工。请问一下啊，如果你送给员工，你的分录要怎么写？因为你正品存货要冲掉，你把它送出去啦。你送给员工，你的分录要怎么写？你如果送给员工的话，你的分录会怎么写？你一定是带正品存货嘛，因为你先送出去了。你企业方会什么？假设你送给员工，职工福利，职工福利是一个费用科目，职工福利哈，这个因为我们很少用到这个科目了哈，职工福利，职工福利呢，其实在我们的所得税那个盈利事业所得税呢，的申报上面哈，它有一些规定，哈，职工福利呢，你可以成立多少的金额，可能看你有没有成立职工福利委员会。好，来决定。如果你有成立职工福利委员会的话，你职工福利可以当年度的什么薪哎那个收入的1.5%。好，这个是另外的哈。所以我现在说，如果你送给员工的话，那你就借职工福利贷正品存货。那如果你说，那我就是当送给那个客户好了，好，那我就去借什么？如果我送给客户的话，那算什么？啊，你没事为什么要送给客户？你是不是要对这个客户表示友好嘛？以后你有生意能够什么源源不绝的做下去嘛？所以这个叫做什么？交际费，对啦。好，如果你是送给客户，我就叫做交际费。好，当然税法上面呢，盈利事业所得税呢。的这个税法上面查核准则，那国税局查核准则交际费它也有规定上限的啦。好，所以这个是课本上面没有讲的，我只告诉你说，哎，那你以后你到了公司以后，哎，说老板说，哎，这个东西没有用完的话，我怎么办？你说，哎呀，我们课本上面老师上课没有讲到，我也不知道。你可以有很多的处理方式。好，你也可以卖掉，那就是借正品，那个借现金贷正品存货。啊，你也可以送给员工，职工福利；你也送给客户，交际费。好，诸如此类，看你怎么决定，啊，怎么用它都可以。如果你说这个东西，哎，现在呢，不是304的不锈钢，不锈那个保温杯都是不锈钢的嘛。啊，如果不是304，都没人敢用了。现在时空的改变哈，以前我们都知道不锈钢，就觉得应该是不会生锈，就是好的。现在没有时空改变，说没有304的不锈钢，其实是很，还是会释出有毒物质的。
就我们当初要做的时候呢，没有想，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或者是不知道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做的没有这个不够 qualified 的不锈钢，所以最后这批货呢，我们也不要危害人家了，万一让人家用了以后释出有毒物质，所以我干脆把这个当作垃圾丢了。那我就是什么借损失带正品重货。好，如果我说这个保温杯是有问题的，好，那你也想说不要，虽然它做得很漂亮，可是用起来之后你会释出有毒物质，你会害人家中毒啊，会得生病啊。好，所以呢我就干脆把它丢掉了，那我就叫做损失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